甚至还说我哥哥也不能读书了，所以我们两个我才会出来，就是这样赚钱供我哥哥读书的，不然我有可能我现在，才读大学或者大学毕业吧。去打工啊！我遇不到哥姐叔叔们，我遇不到男朋友呀，因为没有人能看得上我，就是可能我的家境啊，各个方面，哥哥姐叔叔们没有人愿意看得上我。你后妈她现在有孩子吗？有啊，哥哥姐、叔叔阿姨们，我后妈她有孩子呀，哥哥姐、叔叔阿姨们，我后妈是有孩子的啊。她的话，她也是，以前有那个，她也是从那边就是有自己的老公孩子啊，然后她也是，和她那个老公。分开了以后才跟我爸爸在一起的。我今天的话就是在帮一个村里面的一个奶奶就是干活，因为那个奶奶的话，她就是她自己的儿女都不在家里面，然后他自己的儿女都不在家里面，然后他自己腿脚又不方便。其实我也不认识这个奶奶，但是，我就想帮助一下他，所以我今天都没有去收获。哥哥姐、叔叔阿姨们，我帮他把这些菜给，弄了，然后，把他的地帮他挖了，帮他把这些草给除了。不然的话，让阿姨们介绍给你对象，哥哥姐、叔叔阿姨们，他们也一直说要给我介绍对象呀，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就是，怎么说呢？我现在就是跟别人就是在一起的话。压力会更大吧，因为我现在根本不打算谈恋爱呀，之类的，因为我觉得我应该，就是把自己的哥哥供出来以后，我再去考虑这些问题，不然的话，我现在就是真的没有考虑过这些问题的。你那么。哎呀，哥哥姐、叔叔们，我才读到高中，我也没有什么文化的，我才读到高中。这下面的话有一条公路，然后的话，有好多车在这里啊。娜娜，你亲妈妈在哪里？她改嫁了，她改嫁了，她和我，她没有和我爸爸在一起了。我知道她在哪里呀。她其实平时也会打电话给我的。你哥哥知道你在云南做那些，我肯定跟我哥哥每天联系啊。我哥哥知道我是在收获的，他不心疼吗？心疼也没办法呀，他现在已经是别人的老婆了。哥姐、叔叔、阿姨们，我妈妈的话，她现在已经是别人的老婆，别人的母亲。然后，她也有她自己的家庭要照顾。我都这么大了，哥姐、叔叔们没事儿的啊。没事儿的，要学会自立自强，对不对？对的，你们在公屏上打一个对字，不能一辈子都去
想着去依靠父母、哥姐、叔叔阿姨们。你们觉得娜娜说的对不对？你们觉得娜娜说的对的，你们在公屏上打一个对字好不好？我看一下你们有多少人是觉得娜娜说的对的，就是说我们能来到这个世界上，父母能够给我们生命，已经是一件很好的一件事情了。如果就是人家把你生了下来，你还要去，人家都把你生下来了，你还要去让人家养你一辈子，人家凭什么呀？父母也是很不容易的呀，能给你生命就已经很不错了。我从来没有怪过我的父母、哥姐、叔叔、阿姨们，就是说，我父母的话，我不会怪他们的。不忘初心，你们都在哪里呀？哥姐、叔叔、阿姨们，你们都在哪里呀？你们都在哪里呀？你们都住在离卓玛很远的地方吧？卓玛在云南，你们在哪里呀？哥姐、叔叔、阿姨们。是不是都离娜娜很远？他知道你后妈对你们不好吗？肯定不知道呀。苏州、上海、沈阳，哇，珠海、上海、杭州、武汉、湖南、广州、内蒙古、鄂尔多斯，啊，这么远吗？哥哥姐、叔叔、阿姨们，天津，我的天呐，你们都离我好远呀，杭州。四川、浙江、温州、山西，哥哥姐、叔叔们，你们都离我挺远的，真的。下午好啊，碧婷，你真的在加拿大吗？加拿大是不是外国了？加拿大是不是外面了？是不是已经是外国了？那么远，你们在那里也能看到我的直播吗？哥哥姐、叔叔们，不会吧？你在那么远的地方都能看到娜娜直播吗？我在苛责，哇，你们都离我好远好远呀，能，我的天哪，看得到湖北宜昌啊，不，你们都离我太远了，哥姐、叔叔、阿姨们，真的相识就是一种缘分。你们给娜娜点一波关注，加入娜娜的粉丝团好不好？哥哥姐、叔叔、阿姨们，然后哇，真的太发达了，安徽六安的啊，你们真的都离我很远。哇，那个青青扶贫加入了我的粉丝团，你们也不会加入我的粉丝团吗？那你们点这里，哥哥姐、叔叔、阿姨们，点击这里啊，然后你们花一分钱就可以加入娜娜的粉丝团了。我不只是网名，哥哥姐、叔叔、阿姨们啊，我把我的名字改了，就是娜娜不是一个网名，就是我的话会真实的去用娜娜这个名字，哥姐、叔叔们，我不是网名啊，哥姐、叔叔、阿姨们，我要真的去改名字了。离云南1000多公里，我的天呐，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就是愿意花时间来看看娜娜啊，真的，我们早都关注一次开播的时候，我都知道你的要过年了，一个人。你一个人在云南吗？对呀，哥姐、叔叔、阿姨们，我一个人在这边，现在的话我一个人在这边，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了因为的话我就是一个这样，就是要到处赚钱嘛，赚了钱以后我才能供我哥哥读书嘛，不然的话你们说谁会一个人孤零零的在外面呀。祝福你能找到自己的归宿，生活越来越好。会的，哥哥姐、叔叔、阿姨们，你们还没有给娜娜点关注的，
点点关注。你看，你们就是加了我粉丝团的，你们，你们那个前面就会有一个星星，像春风姐姐还是春风哥哥一样，就是前面就会有一个星星了。你们说话，还有那个透明也加入了，去你哥哥那里吧。哥哥姐叔叔阿姨们，我哥哥在读书，我怎么能去他，我就不去他那里了。梅子你也加入我的粉丝团了哈，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对，是阿涛帮阿涛和阿姨莫帮我改的名字。是的，哥哥姐叔叔阿姨们，因为我是一直想改名字的，然后涛总和阿姨莫姐姐说名字不可以乱改的，然后他们也不能改，然后我就是一直让他们帮我改嘛，我说没事儿没事儿，所以他们才帮我改的，不然的话涛总说改名字是要父母或者是认了干爹干妈的才能帮忙改名字，是不是真的？哥哥姐叔叔阿姨们，哇，谢谢你们加入了娜娜的粉丝团，我都看到了啊，你们加入娜娜粉丝团的人。我68岁了，哇，哥姐叔叔阿姨们，就是那春风我要叫你奶奶了。是的，真的吗？哥哥姐叔阿姨们，海纳百川也加入了娜娜的粉丝团，谢谢。建群也加入了娜娜的粉丝团，谢谢啊。不用送礼物，哥姐刷门，我不用送礼物，你们去加入我的粉丝团就可以了。叔叔哦，好的，春风叔叔，真的，还有几天就要过年了，你就不要回四川了。哥姐刷门，其实，因为我们，你们知不知道，就是少数民族的话，就是过年已经在11月份的时候就已经过完了。我们那边的人都是不过春节的，就是也过吧，但是没有像你们那么隆重。我们很隆重的时候是在11月份，我们就已经过完了。谢谢潘杰，不用给娜娜送礼物，哥哥姐叔叔阿姨们啊，没有那一说，啊。你千万不要回家，我不回家，但是我要回去了，我想自己去租一个房子，不然的话再这样没不行了，哥哥姐叔叔阿姨们，自己找快乐，谢谢你加入娜娜的粉丝团哈。11月20日吗？对对对，11月20日就是彝族年。我爸爸是彝族，我妈妈是藏族。离开欠3万，哥姐叔阿们，是他自己每天像个狗皮膏药一样跟着我的，我真的一点都不喜欢他的，哥姐叔叔阿姨们，真的，你哥哥放假了吗？是的，哥姐叔阿们，但是我哥哥他去做兼职了，因为。我哥哥他说他也不想为难我，就是看我每天一个人在这儿辛辛苦苦的，就是他说他趁放假他要自己去做一点事情，就可以帮我减少一点负担了。我跟他说不用去，你回来好好就是看看书。他说他已经找好工作了，然后我就没办法了，所以他现在应该在上班吧。娜娜，你搬家搬远一点。对，哥姐叔阿们，我一定会的啊，我一定会搬得很远很远的，不然的话，我不会让我那些家里面的人都知道，我在哪里，不然的话，哎呀，我后妈那个人，她，哎，我真的头太头疼了。哥哥也是很努力了，对的，哥哥姐叔叔阿姨们，我们只有就是自己靠自己，我们不像你们就是外面的，就是说不像有
不是外面的，不像那个欠三万一样，就是说，欠三万的话，因为他是他家里面的小儿子，然后他家里面的所有人就是对欠三万的话就是很溺爱，然后导致欠三万他现在就是好坏不分了已经。卓玛没孩子。啊，哥哥姐叔叔阿姨们，我还没有嫁过人呢，哥哥姐叔叔阿姨们啊。唉，来我们湖南。哥哥姐叔叔阿姨们，以后我会去的，哥哥姐叔叔阿姨们啊。来浙江吧。哥哥姐叔阿姨们，我最近这几天好像就是上火了，然后脖子特别疼。唉，不要让他知道你在哪里。对呀，哥哥姐叔叔阿姨们，我不会让他们知道我在哪里的，不然真的。多喝开水，天气干燥。我不知道怎么了，我最近脖子就很痛很痛。我就一直吃那个贝母嘛，哥哥姐叔叔阿姨们，然后已经好多了，不然的话就是很痛。你现在可以去其他城市里面打工吗？可以去呀，哥哥姐叔阿姨们，但是我不想去了，哥哥姐叔叔阿姨们，我想一直去收获，就是收获，然后不然的话，那个，我就是只会收农产品嘛，我对农产品我是很了解的，所以我想一直直播，然后一直收获，然后我想以后我会越来越好的，因为我卖的东西都是比别人便宜的，然后而且质量都是很好的，所以哥哥姐叔叔阿姨们，我相信我有一天我会做起来的，你们相不相信？相信的在公屏上打一个相信。对，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百合姐姐。但是很辛苦的，我不怕辛苦，哥哥姐叔叔阿姨们是很辛苦，但是我现在我已经习惯了，你们相信我会做起来的，相信娜娜会做起来的，你们在公屏上打一个相信好不好。你们看一下我就是我的话就是每天只睡几个小时的，四五个小时，你们看一下我的眼睛，你们就可以看得出来我就是严重的就是那种睡眠不足嘛，因为我每天晚上都要熬夜打包，然后白天的话都在收获，都在直播，然后我每天早上差不多凌晨五点过每天都要起来，然后去给你们发货，我的生活我每一天都是这样日复一日的。哥姐叔叔阿姨们，你们有没有买到过娜娜的货呀？你们有没有买到过娜娜的货呀？哥姐叔叔阿姨们啊，保重自己的身体，会的啊。你们有没有买到过娜娜的货呀？哥哥姐叔叔阿姨们，有的你们打一个有，没有的打一个没有，我看一下有多少人没有，有多少人有。哥哥姐叔叔阿姨们，娜娜的付出一定会有回报的，会的，哥哥姐叔阿姨们啊。我看一下你们有多少人就是买到过娜娜的货。
买了很多，是不是？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哥哥姐叔叔阿姨们，谢谢你们，就是，买了娜娜的很多东西，买了是不是？还没收到了，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你们收到货的话，你们可以就是来。就是如果好的话，你们可以把娜娜的直播分享给你们的亲戚朋友，可以吗？哥哥姐叔叔阿姨们，如果你们收到娜娜的货，如果你们觉得品质很好，那你们可不可以帮娜娜分享一下娜娜的直播呀？因为我的直播的话也不像别人的流量那么多，流量很高，然后也没有很多人知道，就是能刷到我。然后的话，可以的，可不可以？哥哥姐叔叔们，可以的话，你们在公屏上打一个可以，好不好？就是如果你们买到了东西，就可以帮我分享一下，可以是不是？可以，很好，是不是？我分享过很多次了。